哎，成绩公布，第一张因为 Million 的这个相机而拍的相，究竟会不会成功呢？另一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Siwo， 今天又和大家开箱了。那你看到台面的这一部东西呢，其实是什么来的呢？就是我女朋友新买的一部 Millions 的即影即有相机。现在即刻可以看看它是什么来的。好了，首先看一看我的样子，你会看到呢，其实呢它就是有一嚿东西拱起，然后就在上面就放一部 iPhone 上就即影即有的，只不过是普通那些相机的偏印，然后是变成 Millions 公仔的。我不明白买回来做什么，还要日本代价是400多元，可以看看它有什么龙料。好，先系说明书，掉。咁呢个咧就个成个本体啦，你见到咧其实真系净系印咗个 Millions 公仔嘅咋，只 Millions 公仔就200多啦，我估。好啦，再打开佢啦，我哋。哇、哦，入边仲有一只嘅，即系呢只100，呢只100。咁后边呢一个位咧，其实就系装相纸嗰个位啦。咁如果大家有玩即影即有相机咧，就即系都系个 size 嚟噶啦，都系 fit size 嚟嘅呢个。冇乜特別，咁然之後就睇下呢一個部分啦。咁呢個部分咧有少少心機嘢嘅，就係咩咧？就係佢其實咧撳落去。一推咗咧，佢就會打開，同埋撳翻落去咧，佢就鎖住噶啦。咁即係其實一個機關 lock 死 lock 實咁樣樣咯。咁究竟係點樣用嘅咧？咁咧嗱，當你打開出嚟之後啦，咁其實咧成嚿嘢就可以合翻埋嘅。然之後做翻個拱形，再將呢個框框吸喺上面，做成一個咁樣嘅形狀咧，就叫做可以噶啦。咁後邊呢一個咧，其實就係嗰個咔嚓嗰個相機掣就係呢個啦。聽到個 effect 啊，幾下流。好，而家咧拆個相紙落去先，裝撳掣，搞掂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將呢一度咧扭咗塊底紙出嚟先，咁樣樣扭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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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我等下搞掂啦。咁跟住咧，就喺你嘅電話入邊咧揀一張相啦，記得要將個熒幕嘅光度咧校到最光，然之後咧將你呢一張相咧就對翻好嗰個格仔嘅位置。咁呢個其實我鏡位幾窩心嘅，就係俾你見翻你個 mon 咧，其實而家係影咗框框嘅邊一個位嘅。咁我對一對翻正佢先啦，就係咁樣啦。接下來就是將之此之嘅時候啦。就是帮佢夹夹啦，各位观众，系咁就得噶啦，你揿揿住好耐嘅，佢话揿一下啫，原来就可以扭佢出嚟啦。哎，成绩公布，第一张因为 Million 嘅呢一个相机而影嘅相，究竟会唔会成功呢？咁通常啲人话影即影即有咧，就唔好揈张相嘅，因为咧等啲物咧就可以自然干出口。我见到有条金鱼嘅形状啦，不过好似歪歪地，开始现形啦佢而家。不过成条咧，因为嗰个镜面嘅反射咧，睇到嗰个弧度咧，佢变咗成件都系歪咗嘅，都几难就喎。咁啊，既然咁样，我失败咗咧，我叫我女朋友试下再编其他鱼，睇下究竟佢入几多张系成功啊？好，咁最后呢，我哋用呢部相机影咗三张相，咁我一张啦，我女朋友两张啦，咁其实你见到呢，的确係得我一张 fail 咗啫。咁呢两张呢其实都影得几靓嘅，我觉得。咁所以呢部嘢嘅 function 呢，如果就咁讲呢，你唔好追求嗰啲咩 details 啊，啲咩 texture 啊咁样，其实而家即影即有相机呢都已经好乸劲㗎啦，真係。咁虽然400多元呢，我觉得雷鹽就贵咗少少啦，因为你买个 Millions 个公仔啦。咁但係如果鍾意 Millions 嘅玩具呢，其实个效果又唔係真係话咁差嘅，咁所以都可以考虑下嘅。不过去日本买自己买平啲咯，因为始终都系代购嚟㗎嘛。好，今日条片系咁多，鍾意朋友记得俾个订阅，俾个 like， 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 ，peace。